看这一桶啊啊，表面有点不太好、啊、对，密封好着。密封不好啊。那么像这种情况就是说，天热了之后啊，你把它夹子夹死吧，它油容易憋压。嗯。那么这个比较好的办法就是，桶上盖一层塑料布，然后把这个盖子放上密封，放在塑料布上，对，盖紧，上面压一个东西，啊，这样就好了。哦，我们压个柱子。啊，对，这样就是说我们嗯想开盖也很方便。嗯。同时它既不会憋压那个密封，哎，可以用这种办法啊。嗯。